哎呀，坏了，这清洁裤怎么变质了？你才变质了，你全家都变质了。那你的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哥都听说了，这叫什么黑根病。哼，没文化真可怕，我这叫霉醋褐变，和苹果切开之后变黑是一个道理，都是正常的化学反应，不耽误你吃。嘿，他骗人。你看，同样是金针菇，我就变色不了一点。对呀，这你怎么解释啊？拜托，白色金针菇本来就是人工培育的基因缺陷性品种，连变色基因都没有，肯定不可能变色啊。我叫白云。我叫黑土。我叫水。我送土。这是我老公。这是我老母。老头说给我种大西瓜。个把月了，我瞅瞅啥情况。就你浇那点还不够我喝的。该吃吃，该花花，就不能省着点。你懂啥？我土质松散，透气好，少浇点就果子少。你可拉倒吧。前一阵我亲眼看见老邓给你塞了好几块砖头，最近你就老给我说你不够喝。你以为不散水容易啊？被发现了，这不是都为你好吗？想给你接大一点甜一点的瓜。为我好，我都快被你榨干了。再坚持坚持，那些砖头是用椰子渣做成的，吸水性透气性都很好，有了它我都不需要蚯蚓老弟来帮忙了。原来真的是为了我。好了，赶快去多撒点水吧。好。来吃一个。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你在吃蟑螂？水蟑螂吗？你要不要来点儿？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。嘎嘣嘎嘣脆，他肯定以为你吃的是平时那种蟑螂呢。哦，我说他怎么和见了鬼一样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确实长得像。这些年已经闹过不少乌龙了。说起来，你和蟑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不知道你还敢吃啊？那你可真是这个。虽然长得像，但我是水生昆虫，营养价值高，近几年已经开始人工养殖了，属于高蛋白美食。蟑螂却是常见的家居害虫，身上一般都有细菌和病毒，保你试试就试试。那玩意儿就算能吃，也没人想吃吧。嘎嘣脆，要是能把价格打下来就更完美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能分清蟑螂和水蟑螂吗？咦，这是谁呀？味道那么难闻，你怎么让他住我旁边啊？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草莓套中大蒜，我可真是小机灵鬼。哦，这次的草莓长得那么好，你可是立大功了。我长得好那是我自己争气，和他这个做邻居的有什么关系啊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您这段时间都没有被害虫骚扰，可多亏了我。要不是我体内的大蒜素啊，时刻在你周围散发着王霸之气，那些害虫可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。而且和我种在一起，不仅不用担心我抢你的养分，我的根系还能分解有机物，给你提供营养呢。你就没有感觉脚下的这片土壤土质都好了很多吗？咦，这么一说，你好像除了体味大也没什么缺点了，和你住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。别犹豫了，这门婚事我同意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搬民政局。你们可要好好相处，这样我年年都能草莓蒜苔双丰收了。嘿嘿。让我想想，下一对我要撮合谁好呢？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吃香菜，你怎么还是每道菜都放？这香菜多好吃啊，还是我一早到菜市场去挑的呢。我辛辛苦苦做这一桌子菜也不容易，你这挑食的毛病该改改了。一股肥皂味，谁愿意吃谁吃，我宁愿一辈子荣华富贵也不会吃的。我还以为你要发什么毒誓呢。挺好闻的，要不怎么叫香菜呢？你不会是嗅觉有问题吧？你才嗅觉有问题呢。你们两个都没问题，这爱不爱吃香菜啊，都是老天爷说了算。这还涉及到玄学呢。非也非也，真相其实是在你的十一号染色体上有一种名叫 OR6A2 的特殊基因，对香菜里的醛类物质很敏感。不对，准确来说是反感，
而这些醛类物质正是香菜气味的来源，所以啊，你觉得香菜难闻也不奇怪啦。哦，那我怎么听说有的人一开始也不吃香菜，后来又爱吃了呢？好问题，欲知缘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啊，怎么又爆痘了？早知道昨天的火锅就不吃那么辣了。你怎么凭空无人清白？上次拉肚子你说是我害的也就算了，这次暴痘你又怪我。那我脸上的痘痘你怎么解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我只能让血液循环加快，从而使身体代谢变快，顶多就是让你的脸看起来红一点儿。其实都是我害的，我才是害你绝美的脸长痘的凶手，辣椒大哥是无辜的，有什么气你就冲我来吧。看见了吗？这回你总该相信我是清白的了吧。别着急，你有什么话慢慢说，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不是有意的，是故意的。人体过多的摄取糖分时，胰岛素的释放也会变多，使身体内的雄性激素增多，皮脂分泌会跟着增加，所以才会长痘痘。不关辣椒大哥的事。停停停，这么说来得怪你自己啊，谁让你吃那么多糖分多的食物了？哎呀，甜食才能让我有幸福感啊，谁能拒绝奶茶小蛋糕啊？一红一黄的咋还变异了呢？大哥，咱俩怎么变色了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这阳光真旺啊，光合作用我都快进行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我也是啊，太帅了，躲叶子下面遮遮阳吧。你干什么？哼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去遮阳，留下满叶钱。你个心机娇，只要你们被晒干了，整个胶原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哎呦，瞧你俩这一红一黄的，咋还变异了呢？大哥，咱俩怎么变色了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小弟，你别急，变色可是一件好事情。变黄是因为体内的类黄萝卜素变多，变红则是因为花青苷变多，这都是天然形成的，只有天选之交才有变色的福气。这种青椒还能收获红黄彩椒，这可是意外之喜呀！彩椒市价可比青椒高多了。拜拜了，你个普通的坏青椒。说好一起绿到头，你俩却在中途焗了油。快住手，你这姜有毒。切，俗话说烂姜不烂味嘛，这些生姜能够做好多菜了，就这么扔了多浪费呀。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把烂的地方切掉不就行了。俗话还说宁吃烂肉不吃烂姜呢，再节俭也不能拿身体健康开玩笑啊。生姜在腐烂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黄姜素，如果长期摄入的话，患食管癌、肝癌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的。你们年轻人就是矫情，什么这素那素的，动不动就说致癌，简直是危言耸听。外面那些商家把烂的地方切掉再卖给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吗？我现在身体可是硬朗得很，你们这些小年轻还不一定比得上我呢。还是要相信科学啊，我改天带你去做个体检，要不然哪天真有什么事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至于这些烂姜，还是都扔掉吧，明天再去超市买新鲜的。让我来看看你们家的生姜还能吃吗？